要介绍一位苹果管理高手。白龙苹果哈，那吃下遍地是高手，他有什么不一样呢？人家呀是半路出家的行家，玩意儿可是不错，树体强，这个树体强，管就强。这带个苹果，这个就现在就一个把五了，管了。这两个必须能讲到出界，咱在这出界不可能讲到把五。我来看，我主要我不是来看他的苹果长得大小，我看他的树角，看他的花芽分化的情况，反正他挺好，明显的大了。大家规模较好的这片果园在官道镇许家村，梁玉波是这片果园的主人。我原来在外面上班，上班以后单位破产了以后，我回来管理果园。管理果园以后吧，年轻人管理果园吧，他有一种他心比较急，别人家的果园这样好你也好，所以我投入的精力比较大。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梁玉波硬是从苹果管理的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悟出了一套自己的管理经验，他的果园也成了当地的明星园。管理果园我属于什么呢？我属于大水大肥的，我的水肥跟的比较紧，我特别注重水。为什么？因为你再好的化肥，你喂的量再合适，喂到土壤当中没有水的往上带动，你这个喂和没喂一样。所以说我比较重视水，再是我比较重视修剪各方面。总结说我是一个比较心细的人吧。今年天旱，但梁玉波还是想方设法浇了八遍水。在挑选肥料上，他更是有自己的原则。一般我不随便接受别人给我推荐的产品，所以我在选择化肥的时间，我重点不是看它的价格，我也不是看它数量，我重点看什么？它这个化肥在这段时间适不适合于我？这段时间都适合于我了，用了，我就选择这样的化肥。认准了一款肥料，梁玉波就舍得投入，一切以提高苹果品质为目标。加上农药、化肥这一块，我一年的投入大概是在3000到3500。今年的苹果数量比较多，所以我是从内心来，我是希望什么，就苹果的质量尽量好一点，尽量好一点以后啊，上市场上买货呀，能卖得快一点啊。因为这个苹果质量越好，这个玩意儿就是引人说话的底气就越大，是吧？你讨价还价的那个底气就越大。梁玉波现在有13亩果园，要想让这么多果树都齐头并进长大个高产量，在二次膨大的施肥上，他还真下了份功夫，找到了一个好东西。我就想选择一个缓控施肥，这样的话是苹果劲儿比较幼头，将来为了预防这苹果出水裂纹啊，今年啊肯定是从生理上讲来它是十少年，我害怕苹果出毛病，所以我就比较重视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我选来选去我就看了。这个大力丸，大力丸是马来西亚原装的，一个颗粒的复合肥，它里面不仅是这个大家常理念的这种氮磷钾，它是在于氮磷钾、硅钙镁、硼锌铜等一些中微量元素合为一体的一个缓释性的肥料，缓释期大概在2到3个月时间，所以说它跟那个常规的复合肥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大力丸呢是一系列的大力元素的凹合而成的一款新型的功能型肥料，能帮助果农呢减少这个化肥的使用率，对我们的这个土壤呢进行了改良，而且呢对我们这个果苹果的长势呢，这尤其在干旱的年份上，对我们的苹果呢能起到一个抗旱保水抗腻的作用，它能保住一定的水分，而且生根的效果也非常好。大力丸呢能减少这个苹果的这个春皮儿啊，以及裂口这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山东、辽宁、陕西、云南等多个地方的多种作物上，大力丸已经做了4年实验，效果都不错。你看这边这个是这个叶儿哈，在这边这个是这个叶儿，你看这个又宽又厚，这个又窄又小又薄，这边这个用的花样饱满，用大力丸的，大力丸这边都撑下单来了，呀，都撑下来了。这边不行，你看这边呢。今年5月份用了，5月份我戴了手术，戴了手术，我是戴术的时候下边没放料，就在那不试试，这都是天能有，没有20天去看看，就能吐出这么快的，吐出来那个都出来那个叶大亮。我现在用了这个不到3个月，接近3个月了吧。我喂的是秋月粒，效果相当好，发育生长，枝条也好，花芽也好，
越便宜越好。啊，我介绍了这个产品，从这个在推广当中呢，这个产品的反应效果特别好。把是这个根削来，一个是咱大理湾九遍里边呢有薄根存在，这是说所有大化肥不存在的问题。这个大理湾咱那边的客户呢，现在应该是36%左右，满意度来讲超过80%。大理湾还有一个绰号叫懒人肥，因为它使用简单方便，省工省时省钱。我们现在推荐大概是一棵树用到20粒到30粒之间，啊，根据果树的树势和挂果不一样，然后推荐的使用量不一样，符合了国家的一个肥料零增长的一个这个环境。另外的话，它的施肥非常简单，一棵树挖6到8个坑，直接一个坑里面丢上几粒这个大理丸就可以了。特别像我们这个年纪了，对不对？60多岁了，啊，确实自来一肥。哎呀，以前这个我又不好，以前你喷肥劲儿往里挖。娃还得赔，哎，干吃力了，这个是顶上窝上，我上一放真省劲儿。这三亩地喂，喂上两遍去，才6块钱。哎呀，我这是上次我一下油门那个8包，连秋天了。大理丸这款产品呢，我们陈嘉信呢会大力的进行这个示范试验以及推广。我们的服务老师呢会走到田间地头去，帮助果农啊去解决一系列的这个生产中的困难，帮助果农呢减少人工劳力，这方面会做一些呢让果农呢免费到我们的示范点去领取大理丸的活动，啊，让真正的果农呢体现到大理丸的好处。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我们都有大理丸。哎，奎爷，你说哈，就这个小东西哈，怎么能那么好死活？既然那么多果农都说好呀，我觉得错不了。我还听一位果农说呀，这大力丸他的孙子从熊孩子变成了好孩子，非要跟着去果园里干活，丢着好玩。你还有没有了？多给我两个，我有俺家的水里面还丢几个试试。想要呀，自己买去。成家信农资独家经营，联系电话5200-819。看你少爷下去了眼哈。我这就去看看他到底给不给我点样品。